透明标，所以色彩效果看不清，但是就是这个包底啊，给你看一下这个包底吧。因为透明的，这包口啊，这个也是包到这个位置的，包到这个位置的就可以。啊，这个余量它就够。啊，这个余量就够。啊。这个是标签的色泽比达不到啊，这个瓶子要全包的话，色泽比达不到，这太小了。反正寄过来这个标签，它是这个没办法包，这里包不了，它已经缩到尽头了，就是。这别的地方都没问题，别的地方都没问题，包底啊这些都没问题，就是这个地方的色泽比标签的问题，达不到这里。别着急了，这个可以啊，它这个余量就可以，因为它的包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余量它就是可以的。啊，这个就可以。